MM3D 打标软体整合了第三雕刻轴、聚焦轴的控制，透过三维定位技术，能够在各式各样的曲面工件上进行标记，让雷射打标不再只局限于平面工件上。使用者可以使用内建的基本曲面模型，或是汇入 STL 格式的 3D 模型，便能轻松完成 3D 曲面打标。由于市场上曲面工件的加工需求不断成长，为了提高 3D 雷射打标的应用领域，星辰科技推出了 MM3D 的扩充模组。透过 3D 物件扫描汇入的功能，任何形状复杂的工件都能够在 3D 扫描器扫描之后立即产生 3D 模型档，解决使用者没有 3D 模型档的问题。透过 3D 物件扫描模组，无论工件摆放的位置为何，都能够精确地在工件上进行加工。 3D 物件扫描模组的便利性与精准度，适合产品外形复杂的制鞋业，以及有少量多样需依照客户需求进行精细加工的产业。星辰科技的软体加上硬体的自动化整合方案，是您建制自动化生产流程的最佳伙伴。